力打破。吞下勇气的果实，终于敢面对一切未知。航海要带一些零食，喂饱少年追梦的故事。他唱歌很好听哦。小当家的蛋炒饭，肉丸和冬柠茶在诱惑。牛蛙的实际爱好者，终于长成大人模样了。行囊里装满了探险的图纸，家乡的味道在身后欲言又止。偷偷的藏好能救命的零食，冻多少吃完冒险开始。我的世界真的雀跃欢呼，穿越大海即是冲破迷雾。未知的远方在世上的之途，请踏路等待我去征服。我的世界真的雀跃欢呼，穿越大海即是冲破迷雾。未知的远方在世上的之途，请踏路等待我去征服。肉丸和冬柠茶在诱惑，牛蛙的实际爱好者，终于长成大人模样了。行囊里装满了探险的图纸，家乡的味道在身后欲言又止。偷偷的藏好能救命的零食，冻多少吃完冒险开始。我的世界整个雀跃欢呼，你的微笑深深爱了永固。嘿嘿，大大的眼睛看透我的心思，映出的情绪它收不住。真的要哭了。他这个舞蹈和这个今天的那个菜应该跟海有关系吧？反正我看那个《中华小当家》，别的没看出来。这您一来啊，就是满满的这种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然后开场的时候看到你用这本漫画书挡住自己的脸，就《中华小当家》。是的，因为我是一个漫画少年。我非常喜欢看动漫。对。所以刚才那首歌里面，我看到其实有很多动漫的元素。对。就我听到了，好像有蛋炒饭。肉丸、冻柠茶，对，铜锣烧，哎，铜锣烧，哆啦 A 梦，哇哦！所以郑宁在你的世界里面印象最深刻的漫画美食是什么？航海王里面路飞经常吃那个动漫肉，啊，对，就是那个特别大的一根骨头，咬起来就啃，你知道吗？哇！我其实特别特别喜欢那个动漫是《千与千寻》。我最想要吃的一道其实是无脸人。无脸人家那叫无脸男。无脸，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吃无脸男呢？这是真的是无脸男吃的一道菜。是吗？对，就是他在最后在那个婆婆家，然后他们很安逸的坐在那个桌子上面织毛衣的那个时候，无脸男端了一盘芝士蛋糕。然后特别安逸的喂在这里，应该很美味。对，应该会很美味，因为他吃的很安逸，你知道吗？吃的很安逸，吃的还很拔似的。好，所以郑宁今天创意秀想要表达的诉求和创意是什么？其实我是想点一些漫画里的美食。对，好，我们来马上看一看四位顶级大厨到底有哪几位选择拍灯抢单呢？三、二、一，请揭晓。哇！
的罗拉一位了，就一位吗？啊，就我。我想做这道菜。哎呀，苏大厨，看他这个发色，我都很难猜出他有什么漫画。苏大厨，你拍了？你看懂了吗？看看还会再有吗？哎呦，帅小健，帅大厨，哇！帅哥又来了。哥哥啊，你为什么不抢？因为我没看过啊。说明我还年轻，你年龄大了。我留给苏大厨机会。我谢谢你啊。因为现在呢，我们看到有三位大厨抢单了。这一期开始，我们的规则升级了，你只能三选二。接下来我们听听三位大厨他们各自的创意阐述。弟弟你好，我刚刚看你手上有这个标志，非常的帅，你是不是想成为航海王的男人？哎，是的。那我今天要做的这个菜叫做航海人航海棍。哦，哎呦，他很懂啊。这一个是航海王里面的他们的暗号。嗯，但是他刚才看懂了，我的天。我们看看后面有没有人再会懂你，好不好？我没看懂，我赶快用刀赶快画两个。今天我做的这道菜呢是小八排、墨鱼烧，还有海龙。海龙吗？好好说说中文，说中文。对，小八排、墨鱼烧还有海螺，这是一道菜名。我第一次在一个菜名里面居然听到了海有，你取的菜名非常二次元呢、啊。动漫嘛，跟动漫结合。是《西游记》里的吗？不是《西游记》里面的，这是我儿子看动画片的时候呢，我看到了这个题材，所以说今天我就配了这个灯。那个动画片叫什么？哎呀，你不要为难人家，你不要问我，你不要问我，因为你，我这个，我希望我今天站了一天了，没有人嫌我。我带了这毒蘑菇来，你看一下。毒蘑菇又来了，因为有毒，你不嫌我，你知道什么后果？又开始。他每一次都用这招，我跟你讲，正经。结果呢，依然站那儿没人选。好好笑啊！